是太后。传召宣大将军进宫。大将军不可进宫。为何？太后此招必是张让断归之谋，将军切不可去啊，去必有祸。笑话，我秦宝妹找我有何祸事？大将军矫诏召外兵入京，其谋已泄，其势已露，此时还能进宫？若要进宫面见太后，必先召张让、段珪等人出宫，然后可入。此乃小儿之见也。我掌天下之权，时常侍又敢待我如何？大将军一定要去，我等引甲护从，以防不测。好了，不必多虑。太后特宣大将军，其余主人不许随入。我掌天下大权，让让段珪等人敢把我怎样，把我怎样？皇冠谋杀大臣，随我杀进宫去，诛杀恶党。太后，事情紧迫，快随臣等出宫。不